板桥的辛苦站休息集合，今天要准备要去爬我的第五座百岳了，希望今天可以顺利。好，车车来了，我们上车了。四姐就到这个信义乡的 Seven， 然后现在6:30，我们要印证件移交网，还说是我做登记。从由现在来到南投县这个西域分局的警察局，要来做那个入园申请。现在前面写入川镇，然后再进去警察局。信义分局这边有卖原住民的双胞胎，还有蛋饼早餐，然后听说都蛮好吃的，可以外带。它叫做高山元气蛋饼，美洲山公球。然后对面还有原住民的双胞胎。好，然后我们办完这个登山证以后呢，入园证我们就往登山口出发。车子进去后，我们就从这个旁边进来。进来以后，这边有厕所。今天这个现在这个位置是8度，但是没有上次来这么冷，可能有太阳的关系吧，非常的舒服。再见玉山，今天非常的清楚，对面的玉山雪白色的，然后后面有北方跟东方。然后等一下上去32K 登山口，大概要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。开始经营那个军大国招了，这一段就是开山颠簸啊。9:40，我们来到了军大的登山口，这边超多车的，超多的，这边超多人来爬军大山。还好，今天天气不会很冷，希望有好的开始。登山口。45分要正式出发了，因为那个这边的当地人说再不上去可能会走不完，好了，就加紧脚步出发啦。大山的气候变化很快，现在又飘了起雾了，感觉啊，蓝天只剩下后面那些。离岸观测站以后，然后要右转，这边要。
0.5K， 这里是望香山 Get 路。iPhone 对不对？但我很多灯只有12。继续往下走，我们前往军大。景象好美哦，左右两侧都不一样。这个好美哦，这个。我天哪！真的，这个上面真的太美了，这个有下雪的样子。这里超级美的，这里独立在那边。云上面的，我现在云有点飘过来了。你看，云飘过来了，云山不见了。我们接着继续往下。玉山又出现了，太幸运了，超美。都用路，这有雪的玉山，拍就是很小。如果你要有的，它就是很小。渴求了，玉山又要被挡住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往上。一个小时才走到 1.5K 的地方，然后这边开始路径就比较湿滑了，就要陡一点呢。玉山又露出头来了，我们去这边应该是军大北峰吧。现在起雾很严重，不快走有点凉。爽，见云海了，太美了，太美了。这边岩石峭壁，云海翠绿的漂亮。云海太吸睛了，还是要继续往上。玉山，云海。对面应该就是北峰了。北峰剩一点点了。现在真的是风景太美了，很满啊。对面也是海。
360度几乎都是啊。终于走到 2.0 了，再往前一点点应该就是巨大山北峰了。我们看一下对面的玉山，真的好美哦，有雪的玉山。还没到 2.2， 2.2 是北峰，3.1是巨大山。2.2 了，峻大山北峰，没积石 ，get 2.2，然后现在起白雾了。北峰往主峰方向有一段下坡，我们先是缓下，不然回来就辛苦了。持续往下，开始环上小水池。上到人线了，像就这样子慢慢的话，你上到山上面就好了。3.0，最后的最后，缓上。应该是对面了吧，近在咫尺啊，往下再往上跑。这段要拉绳，要排队一下。这次是真的快到了，前面有白墙那边，对面那边有个黄色旗帜，就是峻大山了。我的第五座快要完成了，最后的最后，应该不到了200公尺了。2小时又50分钟，抵达三角点，峻大山，对啊 ，get。云海，峻大的云海 ，beautiful。轮到我的时候，就是大家拍合照，我们被人家都拍好了。有点，这边这边还有一颗山字的三角点。骑了半个小时，要起云雾了，我们就原路折返下山。下山的路还是好喘呢，好，起大雾了。
山路这碎石子都会动，所以要格外小心，很容易就出楼梯啊。北峰，所以要往上爬升一点点，然后下坡现在要还回去了。上面就是俊大北峰了，4个小时7分钟。下午以后，这个云的雾都没有再散开来过了，所以来爬大山还是要中午以前比较好。下午变化，气象变化很大。过来的时候有拍到就已经很幸运了。下坡这段有个大石壁，要小心一点。剩下最后1.5啦，木箱还剩下1K，回登山口应该就比较好走了吧。这边都是树根路，然后上面是石头，那个就比较滑，这个树根就还好，那踩稳就可以。接驳车了，已经快要到登山口了，最后一段，干巴爹，1.5个半小时完成俊大山，完成，再见。今天顺便完成俊大山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第5座白月完成。